我们卖的都是经典款的高调的品质呢，就比如 LV 啊、Gucci 啊、Chanel 啊、香奈儿，都是比较顶级的包包，跟这些香水会比较多，还有皮夹那些咯。我蛮喜欢这个 Gucci 跟那个 Chloe 的一个新款的那个香水，所以能买的能带走了我都带。哇，我们要把钱花光，为国争光，最根本就是女人的天堂。不要以为我们崇尚拜金主义和名牌啊。是咯，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，很无辜咯。花钱咧还是要量力而为，但是要购物咧当然要大有作为啦。买一个风衣走路都有风啊，喷个香水吴亦凡都被我骗走啊。我买名牌包，你帮我提包包啦。